你要对准才可以转哦。啊，第一个手要先放好，然后对准才转才有用，用力转那个没有用的啊，没有对准转不进去。哎，你看你修理好了，嗯，那怎么就修理好便在这里睡觉？但是你打战斗陀螺要打在竞技场里面，你掉出来外面，裁判就说吴新义输了。哇，终于打在战斗场里面了。因为他很强。嗯。超很强的。超强的啊。对呀、啊。很强。那、啊、你打在里面才有很厉害啊。嗯、因为他这个人也很强，是昨天那个很强。你又打到里面了，真的很厉害。嗯，你这个风真的很厉害耶。